哎，我说真的啦，因为你的声音真的很怪，就是远的很大声，近的反而很小声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出来，超怪的。下次你说哪个鬼难玩，我不会唱。哎，我说真的，军团真的是很难刺杀的一只鬼，真的很难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你问聊天室，他真的偏难。我刚刚都已经带顶配了，还是抓的蛮辛苦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刚刚那一套已经是我觉得军团就是已经偏顶配的了。是有人在柜子里吗？啊，哭啊！哭啊！这个人。哎，完了，我听声音听不准哎，怎么办？我真的听不太到他的声音哎，不是说还是我耳朵坏了？奇怪，为什么我听声音听这么远啊？就他离我很远，可是我一直听到哀嚎声。我抓他抓好久哦，为什么？不过脚步声好像是有了，脚步声的话好像是真的有了。我刚刚听到的脚步声，他离我真的蛮远的，可是我听。声音好大声哦，为什么啊？所以我一直听错距离耶。哇！哇溜！他一直跑中间呢，好烦哦。有欸，脚步声改回来了，脚步声改回来了，就是听得到脚步声，应该是 bug， 这个 bug 改回来了。个人感觉就是知道我有坏刀，他在削我坏刀，你知道吗？他动作太明显了，不然没有人会愿意给人家这样白砍一刀。谢谢看台嘛，看台可能不一定，但是他知道我的习惯吧。不然你会没事为了削快刀就给鬼砍一刀吗？很牵奇，应该没什么人会做这件事吧？我是不会啦。给鬼砍一刀风险太大了，你会？我是说，你还不知道鬼的快刀有几层的情况下哦，像我刚刚那个只有一层而已，根本就没叠起来。然后你也看不出来我到底有没有快刀，我刚刚快刀根本就还没叠起来啊，对，你也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有没有带快刀，然后你也来挡。看出来才会嘛，对不对？逻辑来说是看出来才会嘛。可是我刚快刀只有一层而已，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有快刀啊，他就来挡，就很不合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们有看到我刚刚离他超远的吗？可是我听得到他的哭声。
声音真的超怪的，到底为什么？一定是把怨灵改坏了。刚刚没有脚步声了，我等一下再听一下，没仔细。而且这个很近的反而很小声哎，对。刚刚那个人贴到我身上，我反而听不到他的声音，这一点也很奇怪。右边有一只。要挡都挡到底了，我就照砍了。快刀送你！主播我撑不住了，晚安啦，火星。哎，我说真的啦，怨灵的声音真的很怪，就是远的很大声，近的反而很小声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出来。超怪的！鲁鲁为什么这个声音这么奇怪？他听得这么准啊！好猛哦，鲁鲁！还是我 DVD 的档案坏了，也缺档案。下面有一只，你们玩都有这问题，哎，那这样鲁鲁还有人白给，那这样鲁鲁还追这么准，很强哎，还是我不习惯这样的怨灵，习惯之后我也可以就是开追。这个人一定气死，被柜子吸进去。他要去哪里？鲁鲁学占卜的会通灵是正常的，是不是 ？OK。那我看来也要去学个灌录音。怨灵怎么有能量条？怨灵本来就有啊，哪个怨灵没能量条？哎，我滑下来了。哭腰啊，什么情况？哦吼！怨灵本来就有能量条啊，因为他。要开技能，他不能无限开，他要等能量。这是鼻炎吗？没有哦，不小心滑下去哦。哎，回溯回溯，刚刚那个不自然抖动，有鬼。其实我有看到那个跑妹在哪里，我刚有看到吗？他沿着墙壁在这个位置，可是他猎物我快刀跌到四成了，我不太想砍他。为了快刀不择手段，没有啦，刚刚那个真的是不小心滑下去。差太多了吧，这个声音。哇，砍短了，真丑。今天才快修好了，怎么办？
该支持正版外挂了。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开外挂，好不好？谁开外挂的都是小居居，谁开谁小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欸。Hello 九九，感谢三个月，这样感谢续订。不是因为我刚刚就有看到他在墙壁那边。好，慢慢走过去。这个人现在就是要把我拉走，然后他们要救人。哎呦，动画超怪的，有没有？不觉得很怪吗？动画真的很怪。哎呀，附近怎么一根钩子都没有？怪怪的，他慢翻不是慢翻，就是砍到我能理解，但是他的动画就是没有做得很完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看到人了，这个应该是人吧，这个在动的。有烧钩子祭品吗？我不晓得欸。非佛，感谢十个赠送订阅。欸，可是我还是听不到脚步声欸。其实我刚刚没听到欸。没有脚步声啊，完全没声音。再听一次。没有脚步声，还没有改好，还是没有脚步声，但是有呼吸的声音。可是呼吸的声音本来就有啊，但是脚步声还是没有。这个人不太会翻。我蛮确定是没有脚步声，所以这个 bug 还在耶。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现在感觉 是在测试，不是 bug。你是说，就是要不要把脚步声这个东西改掉，是不是？你是说，就是要不要把临界的那个脚步声改掉，是不是？有可能，其实。